放牛沟的于大姐是个爱美的人，同时也是我们吉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忠实观众。最近有个着急的事儿找我们，说是要把自己留了13年的头发给卖了。哎呀，哪都疼，就是3天2头都是来来歪歪的一天，就特别就头疼。我寻思把这头发给卖了就完事儿了。今年45岁的于大姐长得不显老，但是身体不咋好，以前出过车祸，腿撞折过，脑袋还缝过10多针，现在也没啥工作。白天在家除了看电视就是洗衣做饭做家务了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打理这一头长发。头发留了这么长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这都13年了。13年吗？最少都13年，不超过14年。一刀没剪过？没有，这13、14年也没局也没演。我也没剪的时候这个头发说哎呀留着就自然而然就长那么长，长那么长我心就那么长吗？我现在岁数一点点大了，怕头白了。我先通过你们媒体，能干什么？出售出售了吗？古人说头发乃情丝，还别说，于大姐要卖了这一头的长发，除了身体原因以外，还真就跟感情的事儿有瓜葛。咋的呢？于大姐一共有过3次婚姻，第一任丈夫是在小女儿2岁的时候离的婚，第二任丈夫过了4、5年，没想到2年前才知道他竟然是10几年前参与团伙抢劫的网上逃犯，法网恢恢他就进去了。落了单的于大姐又找了现在的丈夫，两口子过了2年多，生活还算行。过2年了，挺好的。还行，挺好的。我们俩反正也不吵也不闹的，挺好的。也没有孩子，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累赘。生活还行，为啥要卖头发呢？原因就是帮进监狱的前夫还债。2年前，前夫被公安部门拘捕以后，前夫的前妻就找到于大姐，说是拿点钱办事儿。于大姐东挪西借凑点钱给人家拿走了，结果啥事都没领。这事儿是不是骗，那都没场说去。反正是几万块钱的饥荒拉下来。虽说俩人不能在一块儿过了，但是于大姐想把这事儿给了了。这是一种心愿，不过我的大脑天天寻思欠谁钱呢，欠谁钱呢，天天搅得就是晚上睡不着觉。对于于大姐要卖头发这事儿，她现在的丈夫是选择尊重，不赞成也不反对。于大姐说，这么多年伺候这头长发也没费太多心思，不过这头发长得还挺好。用点护发素，别的不用，一根都没有，不掉，你看。头特别好，地滑的，可顺乎了。白天的时候于大姐就把头发这么一挽，干家务啥的不耽误，要是披着干活自己都容易把自己绊着，睡觉的时候就往旁边一搭。于大姐1米64的个头，1米60多的头发，分量也得3斤左右。她希望电视机前看到节目的观众如果有购买的愿望可以与她联系。